就这样。大家好，他是他。而且刚刚有粉丝说，为什么我们就是越老越帅？但是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说法，有吗？就是说我们一直越帅越老。准备了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Thank you.
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越老越帅，但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说法，有吗？就是说我们一直越帅越老。准备了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